竟然想用我孩儿做灵媒，简直痴心妄想。不知上神为何要放这些人进入玄境？以您的修为，完全可以将他们阻挡在玄境之外。难道你也想要那天灵妖丹吗？我要那妖丹做什么？我想要是那只还未觉醒的红狐。红狐。洪荒战乱之后，众仙与少女大多纷纷离开，到如今也仅剩朱雀与红狐二者。红狐贪恋凡色，早年离开玄境留下的血脉就在这些人当中。我的孩儿们降生已经整整过了3000年，却迟迟不见孵化，只因玄境内灵气不足。只要能得到红狐的上古灵力，我儿定能出世。人修虽远不及上仙，可是这次数量庞大，且都是各门翘楚，也不好对付。你可知为何现在人修无论怎么修炼都难以飞仙？属下不知。不只是因为现世灵力匮乏，更是败在一个贪字。那红狐必定是我囊中之物。
所顾忌，恐怕早就性命不保了。要不是有那狐妖在，我们今天定能剥了那猫妖的骨肉。我多么着急找你吗？你知道我看到你这么在意这只狐狸，我都想把你关起来了。